然想去说句话，这么麻烦。没有啊，就心血来潮。你曾经不是有说过，如果要去度蜜月的话，想去毛里求斯。嗯，那里很棒啊！而且我听人家说，那里很浪漫，最适合情侣去了。你嫁给我吧，我们就一起去毛里求斯度蜜月。我们去度蜜月喽！